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。那么现在是这个2022年嘛，那么网络上很多人把这个二呢，跟它换成那个二啊，叫做二，肚子那个二啊。2022年呢、啊，就是代表着这一年啊，大家都要饿肚子啊，大家就有多惨呢，就有多惨了 啊。然后呢，今天呢，我们是主要讲这个瘟疫人生嘛，这个。我们一直讲呢，大爆发，喂，大家小心啊，小心啊，小心啊，讲了多少次了啊？他这个会大爆发啊，大爆发啊，小心啊，大爆发啊，讲了多少次了啊？但是很多很多很多人类呢，啊，到了现在呢，还是，你看都两年了，大家小心一下呢，就不会发生这种大爆发嘛？那么如今呢？那就是1月3号的那个数据呢，我们亲眼看见亲眼见证。那么每一个你们今天打开这个瘟疫人生这一期的节目的这个观众呢，大家都伤身有幸，绝对是伤身有幸，亲眼见证一个历史性的时刻，那就是呢一个国家呢一天呢新增病例超过100万，哇，完全颠覆我们的想象力啊！像我们大马人呢，这样子一天10000呢，我觉得好严重一下了。大马最高一天2.6万嘛，啊，接近2.6万啊。如果大马一天3万的话，都吓死人了，5万都吓死人了啊！啊，10万呢，大家就是2022了啊，不用5万了，上次2.6万呢。大家都在那边2022不能做工了啊！啊，现在啊，假如有一天大马像美国这样子啊，10万一天，要不一天100万啊！哎呀，这个2022变成2222啊，是不是？好，我们赶快看一下那个新闻吧。虽然这期不是现实人生节目啊，但是还是叫大家回到现实，回到现实世界，回到现实世界。啊，现在是2022。啊，不是2022，今年注定了惨了，跟你讲了啊！现在美国一天呢新增终于破100万了啊，然后法国又出现了全新的变种啊，这个会不会比奥米克隆更厉害呢？啊，过几天会知道的。那个专家都在努力的去研究，所以啊，之前所以讲到这里啊，哎呀，这个美国人啊，换什么政府啊？啊！换了政府之后，你看现在一天100万啊！之前没有换政府的时候呢，啊，无论怎样，它始终还保持着那样的数据，10万以下，10万多这样子啊。现在呀、啊，一天跟你100万了、啊，所以这一个呢，就是我们大马人讲的那句话呢，可拉加安嘎嘎啊，更加嘎嘎。所以现在这个美国的这个总统的那个声望呢，已经掉到谷底了，他、啊、已经有不少人讲呢，历史上美国建国以来呢，历史上最差的总统就是现在这一任总统啊，嘎嘎嘎嘎，阿妈阿妈嘎嘎，怎么看这个数据？看呢、啊？对，不是10万啊，是104.2万人中在一天罢了，就是这个3号的公布的那个数据，所以主要就是呢，奥米克隆呢，加上他跨年呢。原来那个美国那天跨年啊，这么多人跨年，结果呢，一天100万完全失控，这叫做完全大爆发。所以从当时武汉封城那一天开始，啊，去年啊两年前的那个1月23号开始呢，终于走上一个全新的里程碑，一个国家一天100万人中，这个看到都吓坏人了 ，OK， 看到都吓坏人了。啊、那么这其实在之前的最后一个星期啊，那个2021的最后一个星期呢，它平均每秒就有4点，就差不多5个美国人呢是中的。那么到了现在呢，完完全全失去控制了。那么这个2022呢的这个坏消息呢，不只是一个，看我们看见美国这样子的情况啊，哎呀，我们等着来吧了 ，OK。然后再来呢，又出现一个新的，这个奥米克隆已经在美国一天可以100万人，
那法国刚刚发现一个新的46种的那个突变，据说那个传染力更强啊，啊，比之前德尔塔还是奥密克戎更加厉害呀、啊，啊，所以这个2022啊，还是要在不断的破纪录。你看上个星期全球一个星期呢就破1000万了，它已经在破纪录了。想不到进入2022呢，好的事情都没有来呀、啊，坏的事情啊。一直在破纪录，好的事情都没有破纪录，大家的荷包没有破纪录，是不是？大家收入没有破纪录，是不是？大家的业务没有破纪录，是不是？结果呢？哇，疫情啊，一直破纪录啊，一直破纪录啊 ，COVID， 这个2022呢，应该改成2022年才对啊，是不是？好，我们再继续看一下，再回到国家马来西亚，哇，现在又破纪录啊！马币下跌到 4.179 啊，又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啊！哇，怎么跌到这么低啊？这一下子突然间一进入2022啊，也跌成这个样子了，够力了，所以这个完蛋了。所以看见马币像这种跌法呢，哇，这个真的是哎呀，我讲不出个什么多少二了啊，我真的没有力了，真的是啊，所以。啊，前一期就叫大家要做好准备啊，准备啊！就今年呢，要面临了最严峻的挑战，这个马股还是一直在跌啊。那么对大马人来讲，比较唯一的好消息就是大马，毕竟这个今天的数据呢，今天是2.12吧了，还算是很少啊，连续几天呢都算很少，这个是一个比较好的消息。那么这个大马呢，现在疫情跟水灾，那个疫情跟汛情呢？两个在夹攻当中，而且呢，这个水灾啊，又像疫情这样子啊，不会好的、啊。那大马的疫情到现在不会好的，那个水灾啊，现在啊，遍地开花，到处都有，像什么地方都出现水灾，连沙巴州都有了。哎，那个现在首相讲说，现在要立刻放水灾的那个援助金，然后现在他讲说，好了，政府的钱全部丢出去了，不要管了。OK， 他现在已经活不下去了，现在钱都要丢出来。把这个水灾通通跟他解决，所有的河去跟他挖掉，所有的问题现在要把它解决，已经没有办法再等，没有办法再拖，没有办法再推给下一届的那个政府了。那个首相呢，现在头发比之前更白了，现在气到更加气了啊，因为他现在好像就剩下他一个人罢了，那个两边呢他的底下的那个巫统跟那个土团呢，在那边吵架。他自己巫统里面呢，巫统天天就在那边搞他喽。埃及出来1万块公积金，埃及出来1万块公积金。哎，华人可能感受不到啊，在马来人世界啊，这个一万块的东西，埃及出来会搞到这个首相倒台的，这首相会下来的，知道吗？已经搞得这么严重了。然后再来那个土团那边啊，现在那个跟丁丁那边啊，缓一点。会跟大家讲发生什么事情啊，很严重的事情啊！啊，因为他现在有几个部长呢，现在他已经决定了直接开除他们了，直接把他们踢出去了啊，在那边洗啊，地上干净，他在那边洗啊，那个估计是要被踢出去的。还有那个就是救灾救到那个什么都救到没有去，那个部长那个应该也是会被踢出去了啊，所以他自己讲自己90分吗？啊，大马这个政府讲自己90分吗？结果老天来一个期末考，现在呢，-90分呐、啊，啊，这怎么收拾啊？哎，快点解决我们的2022先呐、啊！啊，现在啊，这个2022，我跟你很难想象在大马人有人在饿肚子啊！啊，那天水灾的灾民啊，3天没有东西吃啊，讲不是2022所以呢，这个挑战性还是非常非常的大，所以。我觉得每一个大马人呢，当我们看见美国它这个数据可以去到一天呢100万之后呢，哎，我们自己要小心啊，避免等下我们也变成了一天，所以啊，大马也不会去到100万啊，它一天十万呢，2022，如果天天10万够力，到年底啊，10万的时候还做什么生意？10万什么都不可以做了吗？啊？三千的时候就全部店跟你关到王峰城了啊！10万的时候还有的给你做啊，就准备2022了嘛，是不是？好，那么暂时报告到这里，那我们下回再见。